好啦，苏打绿的无眠，那你们带来是国语版的。对。哦。怎么？大家期待吗？期待吗？期待。大家，我们中台科大的都听到，就听到我们唱这么一闪一闪这样子，大家都感动的说不出。对，感动到觉得好像就是可能想起，曾经在他们生命里的某些人吧。对，听到我都觉得就是想到我的阿嬷这样子。有没有可能想到人开？但是相同都有一样的感触。那你们唱这首《Mommy》啊，是有什么故事吗？就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睡不着觉。哦，就是想着他，想着就是彻夜难眠，这样就是想着幻想着跟他的可能未来别离这样子吗？对。所以你现在死会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有机会喽，就是赶快对来让他想着彻夜难眠这样子。那我们就直接交给你们吗？再来这一首苏打绿的《波米》。谢谢。
我们。